Hello，Hi， 大家好，我哋又见面咯。今日你哋知唔知道我嚟到边度啊？其实呢个地方咧，离开我哋吉隆坡好远噶，几百支碑噶。我哋今日嚟到呢个拿督公庙啦，咁样样咧，睇唔睇啊？辉唔辉煌啊？辉煌咧，尤其是中间条龙啊，几靓仔添，你睇唔睇到啊？所以講咧，今日咧，我帶大家咧就嚟依間廟呢度咧就轉運嘅。依個第二站轉運，因為頭一站嚟講咧，我就帶大家咧就去到依個遊佛洲咧個鱷魚潭嗰度。鱷魚潭嗰度就轉運，好多人喺鱷魚潭轉咗運翻嚟之後咧，生意啦、人緣啦、貴人啦、求小朋友啦，全部都得到，橫財佢哋都得到，我聽到好開心，尤其是身體健康都得到。咁今日咧，我哋打喺呢個三角洲喎。乜嘢叫做三角洲呢？嗱，我做咗啲功課，因為太多功課，因為我又唔熟呢度啊。你我俾嗰啲fans 睇下啲環境先，睇下呢個地方。啊！睇唔睇到啊？前面有紅綠燈啊！嗱，睇唔睇到啊？嚟，我哋行落啲細睇下先。咁咧，今日我哋嚟到呢度咧。呢度咧叫做三角洲啦，咩叫做三角洲呢？睇我做咗功課，我唔記得咁多啊，大頭蝦。咁我咧呢度咧就叫做霹靂，霹靂洲嘅一半係叫做北霹靂，第二咧就係近字又係吉打洲，就吉南洲。跟住咧仲有一個冰洲威南區，所以呢度咧五分鐘咧行曬三個洲啊！你話勁唔勁抽先？咁今日咧我嚟到呢度附近咧睇風水。咁我哋咧睇風水咧，睇咗三家人啦。咁樣咧，我行過路過咧，頭先呢個紅燈呢度啦，頭先我哋行過紅燈咧，對面呢個紅燈睇唔睇到啊？有車行緊嗰度啊，睇唔睇到呢個位置？咁樣咧，我就睇到咧，呢度有間廟好輝煌，咁樣樣咧，但係個龍頭幾靚仔咧，啊，日光普照啊，睇唔睇到日光普照？睇唔睇到太陽啊？睇到咧，啊，陽光普照。咁樣喺呢處咧，嗱呢度有一條龍啊，啊呢條龍咧就係心想事成嘅俾你哋啊，仲有啊天地父母啊最大嘅天，千祈要愛孝順。嗱呢度咧介紹啊，巴利文打啦，我喺巴利文打新興港南卓宮古廟，呢度有百幾年歷史噶啦。傳聞啊，呢處咧以前係一個甘蔗園嚟嘅，甘蔗池嚟嘅。咁樣樣咧係難巴嚟嘅喎，咁啊點解佢嘅故事咧？咁我落嚟同大家傾下啊！如果有咩講錯，冇見怪，因為攝影師好曬。咁我哋行過嚟啦，你睇，我哋先睇睇呢度嘅裝潢先。啲裝潢有個龍柱，睇唔睇啊？哇，幾醒啊！嚟，我哋入嚟睇下嚟。所以你哋要轉運，最緊要愛求咩咧？依間廟係求生意嚟。哇！南卓古廟睇唔睇到？行快啲啦喂！你咁慢嘅你腳痛啊？冇食到飯啊？原來食到飯肥個頭，重個頭咧，睇唔睇到啊？嗱，個門神都醒噶，啲門神好靚噶，睇唔睇到啊？淨係啲雕花咧，全部都係中國入口嘅，你明白嗎？嗱，喺度寫噶啦，霹靂巴利文打新興廣。南卓宮古廟，咁今日咧就介紹咧全世界嘅朋友咧，如果嚟到馬來西亞咧，依個地方旅遊嘅一定要到，尤其是你哋求依個乜嘢咧，生意、人緣、貴人、子偏，咩叫子偏咧？求子孫，咁你哋一定要嚟到求啦。如果你哋唔嚟到依度求咧，真係走寶啊！嚟，我開個門俾大家嚟睇下先，嚟啦喂，嚟啊！哇，好靚喎！好啦，開咗個門先。即係門神咧，全部咧都係中國嚟嘅，中國師傅挑刻嘅，全部都係。好，我開咗個大門先啊！好啦，開咗啦，靚唔靚啊？幾有神武啊！幾有輝煌，睇唔睇到？哇！依個係黑面嘅，依個咧就係金面嘅，睇唔睇到？靚啊！咁樣話説咧，嗱，我睇翻啲資料咧，跟歷史嘅資料嚟講咧，
啊，呢度咧係十九有世紀㗎啦，你明白冇啊？哦，淨係前邊啊已經夠啦，你睇下引呢引天燈幾靚，你睇下嗱，前邊呢位咧就係南卓公啦，睇唔睇到？陣我咪行前咧帶大家睇下嘅嗱，呢位就係啦，幾神武幾威武啊！其實咧祖傳咧祖説咧係一個人民義士嚟嘅。咁我開埋嗰陣門先嚇，我開埋呢個門，呢個門神都好靚噶嚇。啊，我俾大家睇下先嚇，嚟睇下先。嗱，咦，哇，幾正！有仙鹿長壽，如意要吉祥。嗱，呢個如意吉祥，呢個咧就保平有蓮花啊，我求財啊！我求小朋友啊，我求健康啊，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话说返转头啦，呢度啦，嚟我带大家入嚟睇下啦，亦有好多人喺度点灯啊，你哋嚟到一定要点灯啊，要烧香啊，点灯呢，呢个就长寿灯，希望你点咗之后有一年度万呢身体健康，健健康康，万寿无疆，福寿安康最重要，因为呢啲照明灯咧、长寿灯嚟讲咧，对每一个人咧，我哋人嚟讲咧就最重要嘅。咁我再落嚟咧，我就再介绍啦吓。咁我早期呢度咧喺十九世纪咧，因为我做咗啲功课，唔好意思啊。咁我到咧1840年啊，嗰阵时咧，因为国内啊呢个金蔗啊做蔗糖啊嘛，做蔗糖嘅市场咧就需求咧就大幅嘅增加。咁呢度好多勞工呢就會喺原地呢個廟呢度此地呢個區域嚟講呢就種好多甘蔗嘅。咁種好多甘蔗嚟講就僱用咗好多呢當地呢本地嘅大批呢有好多即係中國嚟嘅勞工啊，好多喺中國嚟嘅啊，南嚟嘅做工啊，喺南方嚟嘅勞工啦，喺中國嗰邊啦。咁樣呢就係廣東呢嗰一帶啦，東莞啊、廣州啊、嗰啲啊、惠州啊同埋上水嗰啲呢，全部人都過嚟呢處做工嘅嗰陣時。咁落嚟呢將一片嘅呢南巴呢就開發咗呢個蔗園啦。嗱，睇唔睇到好靚㗎，真係好靚㗎。OK? 咁樣呢喺呢處嚟講呢，佢哋呢點解呢呢個呢把啲文帶嘅蠟燭公呢咁靚呢，點解？因為佢幫人哋咧，幫呢度嘅村民，幫老百姓，幫大眾嘅市民脫難，解決災難。因為佢有故事㗎，只可以慢慢解釋俾你聽啦。因為咧，呢個咧林卓蠟燭公咧，你睇下佢嗱，有佢嘅金身，亦可以咧，你哋嚟到咧可以請佢翻去供奉又可以啊。你睇下佢嘅真嘅啊金身啊，你睇下好靚㗎，你睇下。嗱，所以咧，俾我哋人民嘅儀式咧，就奉獻咗佢俾佢啊！嗱，南卓公啦，所以講我哋叫做拿督公啊。所以講咧，佢有功德，佢舍己為人啊，所以咧佢做到好好，所以好多人咧，即係因為金蔗園咧著火啦嘛，火燒啊，佢奮不顧身去救人啊，你明白冇啊？啊，佢不如將自己嘅生命啊，全部啊！就已經喺入邊俾佢自己葬身火海，佢為咗救人民咧嚇，將佢脱難苦海啊！嗰啲人喺借完咧有一日啊著火啊火燭啊，所以咧就搞到咧就自己咧就去救人咯。佢救人嗰陣時咧真係啦，連自己嘅命仔都唔顧，咁佢就乜嘢啦？啊，佢就咩生命就冇咗啦？你明白冇？所以咧，我就同大家解釋啊，因為我做咗好多功課啦。咁啊喺依度咧，啊巴啲文打咧，拿督公咧，古廟咧就屬於華人二山咧嘅顧問嘅鍾如坤嘅先生嘅。咁我引述當地啊老一輩嘅長者咧，佢就講喺依處咧嗰年代咧，就係、是、依位拿督公咧叫做鄭亞文先生，就係、是、鄭亞文拿督公就係依位啦，係當地嘅華人嚟噶。咁佢係屬於一個督公嚟噶，即係金蔗園嘅督公嚟噶，即係叫做夾爬乸，我哋叫做啦嚇，叫做部長，我哋叫做係嘛？咁樣咧喺處咧早期咧，依度咧嘅地方名咧叫做咧新興廣
啊，新興港嘅稱呼。咁樣樣咧，就有一個一帶嘅呢度嘅謝元啊，佢打理依處咧叫做管理員啊，督工啦，我哋叫啦。頭先我講啦，辦事咧盡責同埋好認真，同埋咧亦好孝順，同埋咧輔助當地嘅居民嚟講咧，做到咧唔錯啊！大家有飯食飯，有粥食粥，大家咧就好似一家人咁樣樣，你幫我，我幫你啦。咁我之後咧去咧。負責咧工人嘅尊重同埋愛戴，所以依個係一個名人。雖然佢係出世，佢係一個普通嘅人家，但係咧，佢為咗盡職責幫老闆打工嚟講咧，佢做到自己嘅責任咧係非常可嘉，好偉大。之後咧，突然有一日，頭先我都所講咯，大片嘅甘蔗園咧發生火災啦。咁樣裏邊啲工人咧死跑又走啦，因為著火啦嘛，成個蔗園嚟講咧。就搞到咧，就已經有好多人咧，即係講可能有傷亡嘅，但係咧佢奮不顧身去進入去救人，就係咁嘅原因。所以救人之外咧，佢救出唔少咧受困於咧係喺嗰個謝林入邊火災嘅呢個工作人員啦。好，我哋過嚟呢度睇一睇先。嗱，真係有求必應㗎，國泰人民安啊！威靈嘅顯跡㗎，我哋睇到㗎啦，個牌面都有寫㗎啦，哦。咁樣樣咧，我就睇睇，因為字眼太細啊嚇。咁樣救咗出嚟好多人咧，國內嘅員工啊，同埋工友，同埋當地嘅呢度嘅工作人員咧，救咗出嚟，但係自己不幸咧就葬身火海啦。咁樣連自己嘅屍首都揾唔到啦。咁樣之後咧，呢度嘅謝元嘅工友咧，對佢鄭亞文嘅犧牲深感嘅。即係我悲痛啊！佢哋啊，所以發起一個慈悲嘅心咧，就供奉咗佢啦。點樣供奉佢咧？就係講而家嘅鄭亞文拿督公啦。咁啊，你唔好睇佢咁樣喎。好多外地人嚟到咧，甚至乎世界各地嘅人或者本地人咧，都好中意咧，都嚟呢度拜祭，求咩咧？求脱苦難。第一。第二求生意困難嘅時候咧，遇到有阻隔，就嚟呢度求拜呢位拿督公鄭亞文拿督公啦。啊，睇到噶啦，佢有名噶啦。啊，南卓公啊，我哋叫做嚇、啊。所以講咧，你哋如果係講生意上咧，如果係講有咩問題嚟講咧，解決唔到咧，你哋亦可以過嚟嘅廟轉一轉嘅運。咁樣咧，我會教大家點樣去轉運，好唔好？陣間我會示範俾大家睇一睇，轉三個窿，咁我哋求一求就得，亦可以求籤，因為寺廟的亦有籤俾你哋求嘅。最重要就係講生意嘅方面，同埋保平安咧，出入平安咧係最運命嘅呢度。所以我希望大家咧有機會咧過嚟呢度轉個運，希望將吉慶帶翻俾自己，甚至乎你嘅家人，呢個係好重要。將唔好嘅嘢全部已經。抌咗去，好嘢就留翻俾自己。所以你哋記得嚟呢對，最緊要可以求一求南卓公拿督噶。咁樣咧，除咗之外咧，工友咧對佢咧就即係稱呼去咗之後咧，我慢慢睇下，唔好緊張，唔好追我嚇，因為我成身汗好熱咗。咁樣咧，佢咧就即是話喺1884年開始咧就設立依間廟啦，一共係百幾年歷史噶啦。就供奉到去今日啦，你明白嗎？亦有人咧叫佢南卓公，亦有佢叫做鄭伯公，亦有人叫佢拿督公啊。咁啊，後來咧，佢就為咗紀念依位啊鄭亞文伯公咧，英國殖民地舊政府咧表揚佢嘅奉獻嘅精神同埋佢嘅事蹟，你明白嗎？同埋佢英雄噶啊，佢犧牲咗自己嘅生命，救咗好多村民，好多工作人員。所以咧，佢自己犧牲咗啦。咁樣之後咧，佢哋咧就喺依處咧，就將嗰啲呢個街場啊，嗰條主要嘅街道啊，捉安咗佢嘅名嘅，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前面嗰條路啦。嚟，我就指俾大家睇下，就係、是、你哋睇緊啊呢個廟嘅前面呢個十字路口啦。嗱，睇唔睇到就係呢個位啦，就係前面啦。嗱，有車行緊呢個啊，所以就係呢條路啦。咁樣落嚟之後咧，我再睇睇啊，因為我眼唔係幾好，唔好意思嚇。咁樣樣咧，到而家咧，依條馬路咧已經有百幾年歷史，同埋冇喐先，有風，有風。
咁啊，至於咧呢、這個劉督公咧喺樹嚟講咧，屬於一個古廟啦。喺1965年咧，就依間廟咧就重建啦，就見到咁樣規模。嗱、啊，再俾啲 fans 睇一睇，全部金碧輝煌嘅，全部啊，好靚嘅，你明白嗎？係咪好靚呢？因為呢度咧嘅廟咧，喺1965年咧重建到而家咧，香火好鼎盛噶。我同你哋講啊，前來拜祭嘅人咧，求拜嘅人咧，個個都好靈強噶，翻去有見效噶，好有效果噶。所以講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明白冇？嚇、啊！所以我想同大家講咧，你哋有時間咧過嚟呢度轉運，呢度嘅轉運嚟講咧，對大家嚟講咧，尤其是做生意嘅朋友啊，非常非常嘅好，我好贊成你哋過嚟呢次，因為我喺度咧睇風水咧，我路過咧呢位納督公啊，南卓公呢位納督咧，就去親自咧就叫我入手，叫我入嚟依間廟，就係、是、呢位啦。所以我入到嚟，佢喺邊對住我笑，你睇到佢笑冇啊？睇到啊？睇到佢笑啊？我好開心啊！我睇到佢好開心。陣間我幫你哋大家求支籤啦，啊！俾你哋大家首先咧，第一支籤咧就求俾你哋咧身體健康、生意興旺嘅，脱嗰啲苦災苦難唔好嘅，全部拎走去，唔好化曬去，好唔好？所以大家要記得喎、哦，喺醫樹嚟講咧已經好出名啊，百年嘅老街噶啦，前面嗰條啊，所以講喺呢度市區咧，到而家佢嘅名咧仲係流傳到而家嘅。咁我咧喺呢個咧歷史紀念嘅裏面嚟講咧，呢度咧好多人咧都好開心，同埋呢度嘅村民咧息息相關嘅。咁樣咧，而家咧我想同大家求支籤先嚟啦，喂，好啦，嚟嚟喺前面求籤啊！咁呢個籤咧，我就同大家咧求咧，就希望全世界嘅人咧啊，身體健康，生意興隆，生意蒸蒸日上啊，有苦解苦，有難甩難啊，好唔好啊？有貴人招貴人，有人緣離人緣啊，小人啊遠離，好唔好？最緊要最後一句説話就係、是、身體要健康。好，最緊要咧，嗱，老公咧幫到你哋順順利利啦。我睇下求咗咩籤先啊！第20籤，我打個聖杯睇下咪20籤先啊！笑杯喎、啊。我再打多一擺先，哎呀，聖杯啦，睇唔睇到啊？聖杯啦，嗱睇到啦，嚇嗱20籤，咁我就問阿苗族 uncle 咧，20籤係解釋乜嘢？好唔好啊？咁我將個籤筒咧放翻先，記得啊！你哋如果要做生意嘅朋友啊，你哋記得過嚟求籤啊！如果冇做生意嘅朋友，依然可以過嚟求平安㗎，知唔知啊？求財運啊、人緣啊，因為依處仲係有幾位，我哋一定介紹，好冇？咁我問阿 uncle 攞個20籤先啊 ，uncle 20號籤啊，不好意思啊。咁你哋大家睇到啦，呢位咧就叫地母娘娘啦，啊！我哋右手邊咁樣睇落去咧，睇唔睇到啊？呢度叫做金童，嗰度係玉女，係啦，係即係叫我都可以啦。謝謝啊，20號對，有。依、这個籤好好啊，阿哥，這個籤很好啊，哥，你可以幫我解籤嗎？啊，麻煩你一下。来 ，OK， 嗱，我哋听下苗族先生讲，我是求给全世界的人，每人每翻身星星啊，每翻身星星，我可以进去啊，因为我有录音给他们听一下。真可安居不行人啊，你安居乐业，不会损到人很好。
很好吗？很好，美轮美奂，真星星啊！是，嗯，他 OK 讲没问题啊。他讲什么东西？美轮美奂，真星星，就是全部的东西都是没问题的。什么东西都没问题。没问题了，没问题啊，好。身可安居不损人，就是说安居乐业了。啊，安居乐业啊，不损人啊，不损人，不害人啊。啊，美轮美奂，正身身。辰戌难顺，其子贵。是。那么我们的子孙也会，也会好像这个好的东西也会传给下一代，哎、也是很哇，贵了啊！成计难宣其子贵，请我俾大家睇吓、啊嗯。然后，尊非中非大夫，中非贫，你不吃就是没问题，不是说你很富有，对，不会很贫穷，对，就是安居乐业。安康没问题，平淡是富、啊，身体安康就万事如意，这样。万事如意，啊、对谢谢安哥、啊，很好的劝哦。很好，很好。OK， 阿弥陀佛。嗯。咁啊，依个签。食冇问题啦。温食冇问题哦、啊。大家好。大家好。因为依个签系求俾全世界嘅人嘅、啊。好啊，好好，很好。啊，因为第一支签我要求俾大家。好好。啊，所以讲咧，依个签咧嗱，未来啊嗱，我有两张啊嘛，嚟睇睇下清楚吧，嗱。睇唔睇到個光度得唔得 ？OK， 新興講啊，巴里文打南卓高零簽睇唔睇到？咁我要揸低啲啦，清楚嘛？或者我哋行正門呢度光啲，我哋光啲呢度，我哋光啲，影唔影到啊？南卓高啊，辣到啊，影到啊，影到啦嚇。OK， 嗱，未輪睇到嘛？未輪未換真新新。做乜嘢都係未輪，做乜嘢都係非常好嘅。第二句咧就係講咧，大家咧做乜嘢都係非常順利啊。第二樣咧，甚可安居不損人，做乜嘢揾食好容易，永遠唔會損害人哋啊。包括我哋啦，我哋都希望我求翻我自己，我都要啊嘛。呢支籤屬於我都有份嘅，大家都有份嘅。咁啊，第三行咧，成計咧難宣啊，其子貴。即係講咧，你可以咧，即係講好多咧，爸爸賺到嘅錢，個仔亦可以享福，亦可以大富又大貴嘅意思。咁啊，仔女嘅方面咧，亦可以讀書聰明伶俐，嚇 啊頭腦精明，嚇、啊、學埋開竅嘅。所以你哋讀書嘅朋友，如果係講咧，即是講啊，媽咪、爹哋啊、媽咪，如果有你嘅小朋友讀書，如果係講咧頭腦唔夠精靈咧，唔夠乖咧，啊或者撞死嚟講咧，眼鏡啊、扭計咧，你哋可以帶去你度求一求南卓公，佢哋俾你嘅仔女讀書可以上大學攞九個 A 添啊！第四個咧，終非大富，終非貧。即係雖然唔係大富大貴，亦唔會窮得喺邊度，亦唔會差到去邊度，所以大家依個籤嚟講非常嘅好嘅，所以依個籤咧係幫你哋求，亦係幫我哋自己求。其實我哋講平淡是福咪好啦，啱冇先？最緊要我哋做咩都好，民心無愧，係嘛？所以我大家要記得嗱，我哋行翻過嚟依度睇下啦。咁你哋求咩都好，事業啊，生意啊。求依個姻緣啊，咩都得，依、这個就地母娘娘啦，嗱就係、是、依位啦，我俾大家過嚟睇一睇先，好莊嚴，好嚴肅，啊左手攞八卦，右手攞依個啊佛塵嘅，睇唔睇到啊？哦 ，OK， 叫地母娘娘啊 ，OK 嚇、啊，咁我再落嚟咧。呢度亦可以拜白虎嘅，你哋拜小人都係可以，係冇問題嘅，明白嗎？哦，白虎翁子就喺呢度啊，所以你哋可以咧打白虎，即係唔係打白虎啊？叫白虎咬嗰啲小人啊！你明白嗎？呢張紙你哋睇過㗎啦，嗬、哦、？OK， 咁樣落嚟嚟講咧，啊，呢度又係貴人符嘅，嚇、啊，呢度貴人符嘅，嚇、啊，招貴人嘅。咁我再過嚟咧，頭先我哋介紹咗啦，南卓公啦。大督啦，鄭亞文先生啦，因為當初咧，佢哋為咗救啲啊老百姓同埋員工咧，自己不幸咧葬身呢個火海咧，喺謝元咧就即是講好多人去捨己為人啊嘛，哦，所以佢就好多工友咧就係、是、紀念佢啦，就紀念到今日今時，亦幫唔少
好多人啊，真係希望咧大家咧，如果有嚟到呢個地方咧，一定要轉個運。哎呀，講到轉運啊，我要轉俾大家睇啦。嗱，再落嚟呢位咧就係大白公啦，呢位就係大白公啊，嗬、啊，呢、這個係三山國王啊，呢位睇唔睇到啊 ？OK， 好、啊，呢、這個舊嘅金身啦，百幾年噶啦呢個金身，嗬、啊，大家睇到噶啦，嗬、啊，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大白公啊，舊嘅神像依然保存到喺呢度啦。咁我落嚟呢個就係財神爺啦，所以你哋求橫財啊、求正財啊、求偏財啊，乜嘢你哋都係可以。咁樣咧，而家咧我就教大家點樣去轉運嚟嚟啦。好啦，嗱，呢度有張台啊嘛，咁樣你哋首先嚟到呢度咧，先裝香先，你明白嗎？啊，你企咁遠，會唔會黑眼我面啊？會唔會反光啊？唔會有嗬。OK， 咁樣樣咧，你首先咧，你上咗香點曬香，你許完咗之後咧，你可以咧就係講啊，咁樣轉啦。嗱，你跟住我啊，攝影師跟住我啊，係咁樣轉，雙手合十。咁你又求乜嘢？打個比喻，你求健康啦啊！啊，林卓公，林卓公，林東公啊，你保佑我順順利利啊！嗱，咁樣行，睇唔睇到啊？你行快啲啦，喂，你冇食飯咩？啊！成日都有人講嘅，原來尋日冇食田雞喎，田雞冇食咁多啊！嗱、啊，咁樣求啊，拜一拜，你哋拜還拜嘅手唔好去掂任何嘅聖物嘅嘢，呢度我哋要尊重嚇、啊。有啲人好多手啊，真係我掂啊，我哋唔好掂，唔好碰啊！嗱、啊，你哋睇一睇，呢、這個就係原底嘅舊嘅南卓公嘅金身啦，睇唔睇到？呢位就係啦，嗱、啊，呢、這個金身好靚，保存到而家噶。睇唔睇到啊？啊，希望大家尊重下，唔好用手去掂，呢啲係規矩嚟㗎嚇，唔該你哋啊！啊，呢度係玉峰嘅聖旨嘅都有啊，睇唔睇到啊？哦，有分嘅哦，希望大家要尊重一下嚇。OK， 咁樣樣咧，你咁樣咧求咧，你要轉三個圈，咁樣咧你喺依處轉咧，因為依度有點油燈，你可以喺依處過，照你光明。一生一世，一年到晚順順利利，身體健康，愛乜有乜。因為頭先我喺度過啊嘛，唔好意思啊，其實喺呢個燈呢度過噶，啊，依個係第二個圈噶啦，開始，甚至乎諗到你啊，身體健康啊，子孫臨門堂，富貴又榮華，愛乜就有乜，生意興旺啊，仔女全部啊成家立室啊，要仔得仔，要女得女。順風順水，愛乜有乜啊！百無就金幾，富貴啊啊！富貴天下啊，任我行啊！能睇全世界，能去全世界旅行，住大屋，坐大車，先揸大車啦！有田買田，有地買地，有屋買屋，有樓買樓，有鋪就買鋪，係咪三個圈咗啊？咁你求咗之後咧，打可以打聖杯，亦唔需要。咁你跪喺呢度咧，啊，你亦可以咧叩頭嘅噃。我除咗眼鏡先啊，你哋可以叩三個響頭嘅，好似我咁樣。啊，我拆咗呢個先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拆咗一個先 ，OK， 咁你呢度求喎、啊、可以咁樣啊，拜三下去，咁樣啦、啊，拜一拜去就可以噶啦，就禮成噶啦。所以大家要記得、啊，你哋如果係生意上咧係有問題嘅嚟講，啊，周轉不靈啊。生意有困難啊，或者你要更加你嘅生意要更加順利、更加興旺嘅嚇，同埋利富貴榮華嘅嚟講，你可以求納督公。所以我咧推薦你哋，大家都嚟呢度，不妨上個香，轉一個大運翻去嚇、啊，豐衣足食，富貴萬千，金腰纏身，就係、是、咁簡單，身體健康啦。好啦。今日同大家介紹到第二站嘅轉運咧，你哋記得喎、哦，嚟到依個地方啊，啊，依、這個地方我又唔知叫咩名字，
sorry， 唔好错过啊！三角洲啊啊，咩文打喺度叫巴黎文打 ，OK 记得喎、哦。啊，马拉文叫咩啊？巴黎文打，好、啊，希望大家咧全马或甚至乎全世界嘅信徒啊，如果有缘嚟到此庙，不妨求一求啊！出入平安，生意兴旺，身体健康，爱乜有乜，读书聪明伶俐，好唔好啊？住大屋，坐大车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啊。好啦，喺呢处我同大家讲再见啦。下一次我再介绍大三个转运嘅地方，因为第一次呢个鳄鱼园咧转咗运翻嚟啊，真系 feedback 非常 best， 而且咧嗰、那个视频咧得百几万人睇啦，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我咧亦有好多來州嘅人咧，都尾陸陸續續咧，都去鱷魚園嗰度轉個運，啊轉個吉運、上運、催運，全部要愛喜運。最緊要係依樣嘢咧，人邊個唔係運數啊？啱唔先？最緊要我容易揾到食，老闆賞識你，上司亦有讚賞你，咁你做工咧就順順利利，揾食咧就遇貴人，大嘅商家、大嘅買家都會揾你嘅。所以依位。啊！南昌公、華東公係好顯靈啊！希望你哋多啲過嚟上香轉個運啦，三個轉一轉。不過咧要記住喎、哦，如果係講小姐們咧、女士們，如果係講你嚟月經嚟講咧，就不方便上香噶啦。但係你哋可以喺前面拜一拜佢啊！大家要尊重啊規矩啊，唔好意思喎啊！咁、啊、你哋嚟拜嗰陣時咧，首先咧去側邊咧個洗手間洗一洗個手先，好唔好？正嚟上香啦，啊或者洗一洗嘅面咁樣，呢個叫禮儀嚟噶，希望大家明白啦。如果係講嚟月經嘅啊女士咧，千祈唔可以上啦。不過你喺門口可以拜，可以攞手嚟拜都係可以嘅，希望大家明白。OK， 好啦，今日講住咁多為止啦，下次有咩機會我哋再見啦，拜拜。